这第十七篇短文的题目是“神透过教会把他的爱送到会众的心坎上”。关键词：神的爱、心坎上、华人教会。以前我在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参加崇拜，这个教会有国语崇拜、英语崇拜、广东话崇拜。 主任牧师是从香港来的，有很多牧师传道人，因为这个教会人数众多，历史悠久。那时候我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。教会要建造一座教堂，后来我看见这座教堂非常宏伟，我就问资深的基督徒。 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钱？那位资深的基督徒告诉我，都是我们会众奉献的。过了不久，有一位从香港来的神经科医生，专门给老年人讲怎样保持健康。我印象最深的，他是用投影仪给我们讲，非常细致。 但是到现在，我只记得他说：“白天不睡觉，死不了人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，白天一定不要睡觉，这样晚上就能睡好觉。而我始终没做没做到这一点，白天睡得非常好，夜里睡得非常不好。 但是我心怀感恩的心，这一位神经科医生是非常专业、非常好、非常有爱心的医生，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告诉还告诉我们上午喝咖啡和茶，下午不喝，等等。教会里的华人为了容身一人。 为了彰显神的大能，他们发挥出惊人的聪明智慧，比如请资深的基督徒的神经科医生给上年纪的会众讲解健康知识，而神经科医生讲的非常认真负责，所有这些让我惊叹不已。